L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赵丽颖，好久不见。挺激动的，挺开心的。其实是造型师的想法，然后我们也是想要结合我们荣耀20这个冰岛幻境系列的主题。可能比之前想要做的东西，可能在这个休整期间也有了比较坚定的想法吧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儿，从头再来，然后再用新的作品去带大家去熟悉自己。就自己也做了蛮多的功课，然后去看了一些比如综艺啊，或者电影啊，或者一些剧啊，接纳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东西，然后可以让自己可能也学到了一些吧，充实开心。也曾经想过想有规划，但是呢总觉得规划的话其实是无形中在给自己增加了一些压力吧，或者是给自己画了一个框，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。那我就还是希望随着现实，随着时间，还有随着自己的状态，可以更顺其自然一些。很多东西都在变，但是唯一不变的其实就是自己对角色的喜欢，我还是会从角色去出发。挺多的，就想说自己可能从未来的作品上再一点一点去实现吧。我会比较喜欢拍风景吧，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场景。女生用到的这个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，需要的这个拍摄体验越来越丰富。就像荣耀20，它有很多针对女性的一些设计，然后拍出来的这个照片的感觉也会越来越漂亮。我是风景党，拍风景比较多，因为自拍的话自己可能不是特别喜欢找角度，所以我就比较喜欢拍风景一些。发自拍也一直在考虑，慢慢的它会来。也曾经想过，但是呢我喜欢的自己也不一定能完成，像一点一点的自己再去慢慢去发掘吧。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然后在这之余有时间，还是想其实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，可以让自己学到更多的东西。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好久不见，然后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在进步，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。